主打歌《雨过天晴》送给你们，谢谢。掌声鼓励花儿。谢谢花儿，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Hello， 主持人你们好。你好，先跟我们所有朋友说声祝福的话吧。我想要祝福大家，第一个是要一定要身体健健康康的，真的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家人就是身体没有这么好，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保重好你们的身体。是的，是的，你自己要保重哎。现在开始要做一些宣传啊。唱演唱会啊，其实就是身体很重要齁。对，是。那么你刚刚我们讲了，我们用一个行动
来完成最后达到这个所谓身体健康的这个目标？那用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刚好有这个口号，然后有带来的礼物呢，我们会请工作人员那样发送出去。是的，是的。我要来一个行动嘛。对。我希望大家，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养宠物，我有养猫。哦，我也有养，我养小狗。对，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常常会看一些就是流浪动物的资讯，然后每次看到一些就是街头啊，有一些就是小孩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家，没有一个归宿，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行动，可以去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啊，这很好，是的，好棒哦！真的，我们今天的歌手来不只是照顾到人而已。哎，我真的觉得人如其名呢，花儿就是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女孩。OK，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请工作人员呢，你可以往那个旁边那边走一下，对不对？好，是这边的朋友，左右两边哪边尖叫声，哪边大声，往哪边送啊？我们工作人员过去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喊一声说我要送礼物，你就喊说这个花儿他的 slogan， 我想一下啊，就叫做我要保护流浪动物，这样啊！我要保护流浪动物，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把那个礼物送给你了。其实呢，大声讲一下“花儿”这两个字，其实也就是 OK 了啦。啊，对呀、啊，叫花儿，哪边叫花儿大声，我们就往哪边送嘛。因为其实花儿就是代表在就是推崇就是要照顾我们的爱心动物，然后希望呢我们这些毛小孩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看管，是的，有一个很棒温暖的家，对不对？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由花儿继续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是的。接下来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我要带来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歌曲，哇、哦、同时也是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对，这首歌是好适合现在唱哦，是吧？是时候说离开，是时候说离开，要不2015年讲说哦，拜，是的，我的梗是吧？好，放着留给你，留给你。这句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你说这句话吗？就是这一首歌为什么要讲这句？要讲，我希望就是我像我。因为其实我专辑主打是疗愈路线，是那我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希望大家听了我的歌好可以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好的，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花儿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时候说离开，掌声鼓励，掌声欢迎花儿。你们会冷吗？不会，穿很多对不对？我超冷的。我在那边跟直播的朋友们跟你们说 say hi， hello。我今天准备的礼物，然后就发下去，看会给哪位幸运儿。希望这个礼物可以温暖你这个冬天。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在瞬间之间的挣扎。心该怎么相信？
说爱上就爱上的，哪有说离开就离开的，说突然也不突然，啊，理想只是理想。带这首写的歌曲送给大家，谢谢。